为接下来要去蛮多天的嘛，有点会担心开花。收到收到，现已出发。晚上好，我是歌手海泉，我是歌手羽凡，我们是歌手羽泉。很庆幸去年我们没有错过这个舞台，才有机会获得手中这个沉甸甸的歌王的奖杯。对于歌王这个称号来讲，其实我们更在乎的是歌手这两个字的分量。从今天开始会有新一批歌手踏上这个舞台，用自己的魅力和实力来证明他们是歌手。我们两个人也很好奇，今天晚上将会有哪些歌手登台。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一组竞演歌手登台。我是歌手第二季马上就要启动了。我觉得第二季呢，往往其实比第一季更难做。第一季呢，已经给大家留下了《我是歌手》，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就是你一定要实力，你才能站到这个舞台上，才能够走得更远。所以第二季呢，我觉得有一个巨大的压力了。这一季应该是还会挖掘一些，比如久违了的声音，我觉得还应该有黑马，或者是更年轻化的新的声音。现在是早上的8点多9点，然后被他吵醒了。不要跟着小潘，我不要去唱歌，你拜托大家说给爸爸高分数好吗？拜托拜托，加油加油加油，曹哥。其实我第一季的时候有被受邀请，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拒绝了，因为我对歌唱比赛有恐惧感。结果不是，他并不是那一样。就看到舞台，看到所有的音乐配置，然后看到所有的歌手尽情的可以唱自己的歌，可以唱给那么多人听，就有点后悔，为什么我第一季不来？他敢来，他一定是有所准备。上一届的强者太多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压力。如果他稍微有点闪失，我觉得他今天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因为工作室离我家很近，所以我都选择跑步过去。这样子跑其实会把肺活量就是增加嘛，然后唱歌的时候就不会说不够气的这个理由。张宇就是舞琴王子，他的唱歌那个方法到现在为止多少人模仿，但是都没有人精髓。他是最主流的流行歌的代表，K 歌之王。私底下我其实真的没有那么苦情啊，完全是被害的。第一个被制作人、唱片制作人害的，第二个被我老婆害的，因为她的歌词太悲苦了。但是心里面的我其实还蛮 happy 的。我依然难自己，忍不住伤心，衡量不住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一开始我还蛮拒绝的，还蛮排斥。然后如果真的两集就被淘汰了，我怎么面对江东父老？我怎么面对我过去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基业？我有可能从此就没有商演了哈。
爱始终是你。周笔畅其实应该是我们内地自己塑造出来的优质偶像的代表。很多人对于我的印象，然后可能还是说哦，超级女生。那个时候我来这边，然后我是想告诉大家，其实小孩子也有长大的时候。香港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小歌后叫邓紫棋，我真不知道这个，确实一连这名字都没听，完全没听过。他九零后，对，他是九零后，香港一个歌手，很重要的消息，红磡开演唱会，他开过五场，在他这个年龄段没有别的。觉得很刺激，就七个歌手都住在不同的饭店啊，故意要让你们不要碰到啊。然后如果人家问你，你在湖南碰到你，然后问你来干嘛，你就故意要说哦，我来参加快乐大本营。大家互相配合的这些细节上面就已经营造了一个很紧张的气氛出来。现在在飞机上半空，然后往长沙的方向飞。你猜猜在飞机上看到谁？看到章鱼大哥。我说我是去读快乐大本营的。上一期同事来自香港嘛，黄冠中，他拿第三，所以我可以托他个福，拿个第三。明白。可是他的第二期就被淘汰了。好，你不要再说了。当然，我希望可以唱越多越好，可以希望达到十场吧以上。有一点被吓冷了，就是闯荡久了，唯一的好处就是知道要怕，年轻人不懂怕。我的这个年纪还有出道的时间比较短，所以我就算输了也不会觉得太丢脸。打扰了。Hello。怎么我儿子的照片会跑到这里来？但是其实看到他们我会更紧张，我就开始想了，你们数学到底算好了没有啊？功课写完了没？在干什么？对面有人吗？喂，你好吗？ Look at this dream, there is to know。 哇，隔壁我觉得 Aaron Neville 来了。这是冰箱吗？哇，还有玫瑰花，哇！那边有个，所以我不能在这里挖鼻屎哦。
内地殿堂级的歌手当中，对，他是国际化的外貌，具有国际化优质的音色。他是在中国内地歌手当中不多的在中声区能够唱出魅力的一个歌手。这种歌手在现场是很有感染力的。所以我问我自己为什么要来，也在跟自己讲过很多很多理由，真的是很纠结，纠结纠结，没有别的，只是一个市场，因为我要从市场的角度上来讲，就是有点冒险。真的是很冒险，因为你到了这个份儿上，如果你要是没有走好，不像你自己自信的那个样子，怎么办？看咱们这个《我是歌手》，是我第一就觉得印象给我的最深印象，我喜欢这个名字。我不愿意说称明星，或者我愿意是把我作为一个歌者的这样一种姿态，所以这个名字很打动我。我是歌手这个做的，他把音乐的那个灵魂展现出来了，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你好，你好，梁老师。不喜欢的就是我一直不喜欢，就是音乐就是艺术，艺术的东西你不能把它弄成竞技场的东西去比赛。他哪怕你是真唱的那刹那那一点点，这都是最最需要的一种美丽。我的老大给我发了一个信儿，就是说你曾经就是用你的歌声曾经激励过你的整个民族的话，你应该再一次的去做到它。哇，太好玩了，这个音响和乐队太酷了。这剧组的几个小孩都被你给唱哭了，是吧？啊，还得哭呢，这还没好好唱呢，他还悠着呢。真唱歌我就不怕了，是，但是玩假的不行，玩真的，哎，咱不怕，就等这一天呢。可能提到罗琦，好多人不会认识，但是在中国摇滚的这个音乐当中，罗琦他能够勾起很多人的一个回忆。罗琦上当时是被誉为中国摇滚第一女生啊。我的生活会有一个巨大的改变，就是我不再是一个人了，我有了宝宝。然后我老妈不用担心我老了以后没人陪了。不是我一个人在舞台上去接受这一份挑战，而是我和我的宝宝一起，他会给我力量。哇，谢谢。我们不用了，我们 OK 了。谢谢。哎，我们一遍就可以了。过了，音乐不走了，就因为够了，因为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没有必要再去排一遍，再排一遍。这么多摄像机，如果这个音乐有评级的话，韩磊基本上可以评为博士后导师这种级别的。中国的流行歌手当中，其实能够跟管弦乐队合作的歌手并不多，你可以掰着指头数出来不超过五个。但是他完全是一个能够驾驭管弦乐队、电声乐队的，我觉得这个舞台就是属于他的。一听他要去参赛，我觉得挺惊讶的。韩磊参加，我觉得挺意外的。我担心他的唱上去他烦了，别掉链子，别让人家年轻歌手给 PK 掉了。我期待着韩磊应该是得冠军的，我觉得他有这个实力。不是偶像的比赛，是实力的比赛。特大的压力，他没有压力，他的压力就是动力。祝福他走得更远吧。我是由衷的希望这次来，我能区别于其他节目，就这样的节目至少我是极少上。我呢是一个想唱歌的人，想继续唱歌的人，想这个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另一面，所以选择了这个舞台。咱们一起找找感觉啊，就是那个高潮部分，我想听很雄厚的那个东西，要不然我感觉我是在喊。
实话讲啊，听起来还不够宽阔，力度还是欠了几成。那么这种激荡感呢，还是欠了火候，应该是有层次的。谢谢。我们是见观众就眼亮，这个狼见了肉。你不用被淘汰吧？不用。OK， 好。今天只是个排位赛。好。看来你真的很在意哦。我一点，一点。哇。老师拿你的声音，隔壁的。哦，隔壁他们有情是吗？所以对啊，难怪我。啊。喂，老师，这我们接两排。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伟元老师现在正在做赛前准备啊，对，不方便人过来打扰。这整个全程都不让我们开吗？对对对，实在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上京东为歌手加油。我是从上海过来的，安徽合肥，长沙，在广东深圳。大家好，我是赵子亮，感谢我是歌手总冠名商喜户和伊利白洗衣液，我是歌手合作伙伴牛奶加果粒抹磨真果粒，网购上京东多快好省京东，一本就很美，三堂冰肌水，对我是歌手的大力支持。有一些个就是号称叫当评委级的，今年都亲自来当。瑞哥，你先坐，瑞哥，你坐。哎，瑞哥，老经纪人就是老经纪人，专门有一个机器拍后脑勺。哎呦喂，老村长，哎，下面来新人了。对对，村长，这刚接的红辣椒。哎，又来新人了，又来新人了。哎呦我，又接红辣椒。葫芦娃区已经凑齐了，瑞哥。那个，我听他们网上说，那个林志颖会来是吗？据说啊，歌手和爸爸去哪儿想支持一块钱。欢迎收看由爸爸去哪儿冠名的《我是歌手》吗？哦，开始来了，来了，谁？没有人。哎呦，漂亮，今年。晚上好，我是歌手海泉，我是歌手羽凡，我们是歌手羽泉。哇，现在节目还有两分半钟就要开始了，我们看到乐队成员已经出发。OK OK OK。注意信号系统。大家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用你的。每一位歌者，他们都会竭尽全力，用自己的魅力和实力来证明他们是歌手。哎，喝酒各位！歌手请到。正式宣布，立白洗衣液《我是歌手》第二季正式开始。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一组竞演歌手登台。
西装吗？男的，是个裤子。男的。你、yeah. 哇，张宇，张宇哇，张宇，张宇，哇，张宇大哥，唱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爱了为谁蠢动，我居然都是两人的火，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为对伤的指尖只想到拜托，我虽然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事到如今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了炽热，都是你的错，轻易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唱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
先等一下，这个衣服好紧啊，解不开了。大家好，我是歌手张宇。就张宇哥是主持人吧？哎，我就猜得到。非常荣幸啊，应邀来参加立白喜宴我是歌手这个节目，我顺便也接下了主持的工作。所以我还是不讲话吗？不讲，他是主持人，所以他讲话。立白喜宴我是歌手，太好了，不用讲话，讲话很紧张，不讲话不紧张，不用讲。我本来以为接主持的工作是一种保障，一定可以拿冠军。但是当我看到所有歌手的名单的时候，我现在心里面的感觉除了汗颜之外，还有一种快要被灭了的恐慌。因为未来的歌手真的每一个人都太会唱了。我说啊，这可这哥们用词儿挺有意思。今天是本季我是歌手第一场竞演，七位歌手演唱自己的个人作品，累计两周的得票，票数最少的歌手将会被替换。恳请你们记得，第一位演唱的歌手名字叫张宇。这是当主持人唯一最大的好处，可以为自己拉票。你们还记得我刚才唱什么歌吗？哎，有些人已经忘记了，麻烦再一次，老师，谢谢。现在开始，今晚第二位竞演歌手，她是香港新生代窜升最快的女歌手，而且她的实力是香港乐团的骄傲。歌手 Jam， 而且她的实力 Jam 是香港乐团超会写。超能唱，他就是，掌声有请。谁呀？是谁？是谁？我刚说那几位我都听，真的是身材很好。那刚刚自己就说了是女的了，真的是女的。是。是谁啊？都穿白色的。
本来就很会唱，谢谢，谢谢。果然名不虚传，再次给他掌声鼓励。现场在座的男士，不要看到女生就起立鼓掌。现场在座的男士，不要看到女生就放松一身轻。这首歌曲《泡沫》是他自己写的，而且我觉得就说整个旋律出来以后呢，你会觉得哎很抓人，游刃有余的去展示各个音区各种表情各种技巧，长得又漂亮，而且又能创作，而且唱得那么好。接下来出场的歌手，8年前他正是湖南卫视这个舞台起步而成为一名歌手的，今天他要用他的歌声他的成长来证明我是歌手。接下来出场的歌手，他正是湖南卫视这个舞台起步而成为一名歌手的，今天他要用他的歌声他的成长来证明我是歌手。有请第三位敬业歌手。哎，这是谁啊？他的外套，他的外套要脱掉。发型好独特的。啊？哎，怎么？不是，我还不认得。我说怎么长得跟我印象里的那一点不一样？这不鼻腔。悄然无声，为何心会
非常感谢周笔畅，他带来这首歌曲叫做《别爱我像个朋友》，是他在刚出道的时候呢，由他的偶像陶喆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歌曲。他今天呢，特别在中间啊，这个串进了这个《解脱》这首歌曲，就是很想唱《解脱》这一首歌，然后想就把大家的记忆重新拉回到那个时候，或者是慢慢的认识我吧。你紧不紧张？你紧不紧张？我现在还在抖。接下来要登台的这位歌手是我个人其实对他那种豪迈的歌声里面隐藏的那种细腻的感情跟情怀，其实我是更感
懂的。介绍您了，他不太熟，这哥们儿，你见过，在一起演过出过来，会熟的，因为每个礼拜都得见他。立白起业，我是歌手，掌声有请。我多年没见，嗯，他的音乐，他的演唱，他的整个的气质是我们
中国的听众血脉里流淌的这个特质。我身后的很多上年纪的人就在那赞叹啊，这才是歌手。没有办法了，谢谢韩磊带来的等待。太有抽筋的感觉。在整个华语乐坛当中，只要是有摇滚情节的，大家都要听他的音乐，都会知道他是谁。这位传奇般的歌手就是，掌声有请。这次不是我一个人在舞台上去接受这一份挑战，而是我和我的宝宝一起，他会给我力量。在你的世界里随心所欲，
我们谢谢罗琦跟他的冷空气乐队带来的《随心所欲》。罗琦，加油！耶，超棒！耶！我抖啊，抖死我！真的应该是久违了的感觉，就是每次上台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紧张，但是像今天就是心跳的那么快的这种感觉已经很久都没有了。罗琦熟，他给我印象就定格在90年代了，那个时候他就很优秀，难得的好歌手，难得。我不光是在这个国内，在亚洲都是难得。丹丹，告诉他声。罗琦，我有20年。哎，啊，好久不见，哥。啊，哎，你真好。哎，好，你好。坐坐。没事。金佳慧大哥。哎。在我们音乐圈也是公认的超级会唱、超级会写、超有音乐天赋的歌手。他的很多歌是衡量一个歌手到底是不是唱将的试金石。这位就是，让我们有请第六位竞演歌手。背叛，所以这首歌我唱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在说感情这个东西。这首歌其实是我写给我爷爷的，就一直没有机会跟我爷爷 say goodbye， 然后我就写一首歌来跟你 say goodbye。我觉得今天他可能会来听。我曹格还是曹格？曹格。最后一次对你的
更好，一定要更好。我这一次从台北要到长沙的飞机上，我有遇到曹格，但是基于保密协定，他告诉我说他是要来参加快乐大本营。我跟他说我是带我爸爸要去参加爸爸去哪里。好了，我相信你，相信我讲的话。老师你好，主持人你好，对，你好，嗨，你好吗？国家级，还有一个是谁？国际要出来，大国际，小伙伴上去喽，加油！介绍他，我必须要深呼吸。他可以说是中国最杰出的女歌手之一，很多国家级。
国际级的大型活动，都会选他代表中国的声音一展歌喉。让我们欢迎这位国宝级的歌手，掌声有请第七位竞演歌手。有画，个还有画，对，鬼魅，哇哦，微微，好似个无影的梦，拥抱着流泪的心，轻轻的呼唤，悄悄地聆听，不知何时相遇。好似个迷惑的梦，带走了真挚的情，默默地思念，苦苦地追寻，不知何时为什么离我远。
有没有觉得有一种叫音乐人永远都不会老的感觉？对，常青树，常青树。我觉得郭峰弹琴的时候没敢看呢。谢谢伟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恋寻》，而且特别邀请到这首作品的创作者，也是非常著名的音乐家，我们的歌手郭峰老师，特别来长沙。伟伟今天的出场，应该说为我们的这个舞台构成了一个极大的气场，它让我们的这个舞台显得厚重而殷实，非常非常难唱。是一个女中音的话，你不敢想象她能唱得那么高。你听他唱的那么高的时候，你很难想象他的低音如此自如和浑厚。嗯，我还没唱够呢，感觉还得唱一遍呢。七位歌手的表演全部都结束了，怎么样？我的主持大家还满意吗？但是除了对主持满意，不要忘记，我也是唱歌的歌手。胜利会师哈，大家好，你好，这是老搭档，你好，哎，你好，曹哥，你好，刚才我接的你是吧？对，你好，哦，我们和在一起过，对对，就变样子了，没有没戴眼镜，你好，你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们，我们的500位听审团，每个人可以选择三位，你的选择将会决定我们的去留，请大家做出慎重的决定。谢谢大家，我们下周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好了好了。不是去录是快乐大本，天天向上啊。你好，你好。你好。你见了吗？你好，你好，你好。哎呦，再几集大家就会熟了，对不对？现在还没有关系嘛。等一下，我要问一下。您今年贵庚？可以这样的。我们两个谁年纪比较大？六到末了。我保养的比你好。但是你的声音真的是太恐怖了啦！对啊，这种怎么比啊？好了，我将是第一位被淘汰的主持人。很轻松吗？因为我第二个就唱就已经可以欣赏表演了。你讲很轻松，你有没有良心啊？感觉就是心跳的还蛮厉害的，我身体都在发冷，然后发抖。我觉得挺好啊，突然就是回忆到20年前的感觉。伟伟姐应该有记忆，那个时候也是这种现场乐队，观众在底下。每一个歌手上去唱着，后台总有歌手在那听。你看是演出胜似这个考试一样啊，大家都在互相的学习，我这种氛围已经很多年不见了啊，非常好。其实我在上台前我跟我老婆通了简讯这样子，那时候我非常紧张，我告诉她说不论什么结果你都能接受吗？然后她说当然啊，你在我心中是最好的歌手。哇、我今天像一个一般观众一样，也是等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每一个歌手熟悉的面孔，还有他们代表性的音乐一响，我整个的这个每次都是鸡皮疙瘩满胳膊。好像我觉得就像放电影一样，随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出场，感觉过去的那一段岁月一幕一幕的都浮现在眼前。这个就是这个节目的意义，我们要尊敬不同年代、不同风格、不同个性演唱的不同的歌手。我是歌手第二季第一场比赛已经结束，现在听审团呢正在进行紧张的投票，他们的票数将会决定今天晚上七位歌手的排名情况。现场气氛非常的好，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震撼力，真的是震撼我的心里。特别的魏伟，他整个团队全部抓一下过来，真的棒。我觉得韩磊唱的特别好，因为今天唱真的现场特别震撼。心目中第一是罗琦。
曹格的背叛吧。邓紫棋开口的那一下就已经非常吸引到我了。很打动我的是周笔畅，这都很好，这不应该有第七。我是歌手第二季指定座驾由东风日产提供，指定互联网电视由乐视 TV 超级电视提供。在今天晚上，到底哪位歌手的演唱最能够打动你？编辑歌手名发送到10669588200，就有机会获得 iPad L。刚刚出炉的，从律师那打出来的这个本季度的这个经济合约，大家呢发到手里面，每人仔细看一下啊，阅读一下啊。这次呢，我们的规则变成了，就是说，这是谁要？第一宗吗？最开始的阶段可能是大家要四散奔逃，去找自己中意的歌手。但是啊，并不是说你跑得快就能成功。打动歌手的不只是体力啊，是关键是在于真诚，真诚。什么事儿？等我一下，别，我去帮你谈。应该说快去快，预备。人生就是一场运动会，奔跑吧，少年。这个，我这是打了一架吗？你好，你好，我是老乔。哎，你好。哥，好帅啊！嗨，哥哥。Hello。这边一二三都没人应。哎呀妈！完了！哎呀，妹妹，这等等啊，我才啥呀？你干嘛？我们都当您的经纪人嘛。啊，都要当啊。对。哎，那是谁？都没有人来我这一间，我们今年嫁不出去了。我可以做吗？我上一届带的是那个黄绮珊，是我皇妈。然后就是我带的人，就是从第一期，然后那个就是录到了最后一期。他带谁谁走，然后这样的？没有，当然没有，当然没有。但是后来又回来了，对对对，那是靠歌手的努力。我很希望，也很期待可以这一季，然后可以跟这个维姐一起过，一起过。就是首先我自己特别喜欢音乐，更重要的一点，我有孩子。哦。这，哎呀，咱们不是要成家呀？跟孩子有什么关系？没事儿，您要是不签，我就出家。您看，这，这样吧，我看你俩真的都挺好，心也都特诚。这个东西我特相信缘分哈。我挑那生日跟我是一天的，10月28。姐姐。祝你们幸福，祝你们幸福。孩子爹幸福。是。再见，再见。哇！拿到签了吗？那个特别喜欢您的歌。啊，谢谢。我看到您真的站在舞台的时候，特别特别激动，特别喜欢您。我希望能够跟您组成结对的这个经纪人，好吗？哎呀，赶紧吧，不敢，来不及了。快，快，快，快。OK， 两分钟，不，三分钟，大气，三分钟。反正我是那个，我相信缘分，我是第一个，我没有想到我敲开的门，是你的门，啊。其他人还有谁啊？其他人，哎呀，你就选我就得了，我也想不起来还有谁。我能等一等，看有没有其他人来吗？那个是这样，我不容易啊，我是今儿这经纪人里边我岁数就最年长的，我跑第三，对，我还是赶上，把那门开着，跟狼嚎似的。
啊，对，来来来，雷哥，雷哥，哎，这可是我们湖南卫视的大哥呀，地球上最红的村长，然后拥有实力，拥有势力，我也有势力，对对对，还是你这个人很势力。不不不，不用给其他人再看看，不用给其他人再推荐了，没关系。那个雷哥，我跟你说，这些经纪人里只有我是纯爷们，对对。对，你是纯爷们，对，磊哥你必须是纯爷们，对，必须的。这还咱俩还用商量吗？这事儿必须的。哎呀，哥呀，哎呀，我是第一季的《我是歌手》的经纪人，我很有经验了。那你的第一季有做吗？没有，我怕我哥来的呀。如果你做，我就会是你第一个吗？对，你是我唯一。唯一 forever love 呗。你在我们当中选一个吧，格格。我很难得有两个美女叫我挑选的，这样子好了，嗯，公平，嗯，给我五分钟考虑，给我五分钟。哦，我们俩出去吧，好不好？让他选择。谢谢谢谢。好，谢谢。哇，都好漂亮啊！怎么选呢？好纠结。张宇的怎么？对，妈妈。嗨，张宇哥。哇，好可爱，可以继续。baby 哦，恭喜！哇，好友不禁叹，一男女一个好字。没有，这是男的。两个男的，哇，真的看不出来啊！请问，哎，现在哪个屋没人呢？好吧，那就挑没有当过经纪人的，因为我们都偏往。你要当经纪人吗？好啊，好啊，好，叫他，叫他。我来给你介绍一个你最好的朋友，来来来来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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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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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刚才可能来的时间稍微的长一点，然后这个没有跟您汇报，我把外面那几个都杀了，然后才进来的。竞争很激烈，很简单。嗯，你会我任何一首歌吗？就刚才那个 Say Goodbye 吗 ？Say Goodbye， 你会唱吗？我帮你找经纪人，等一下，没有经纪人冲进来吗？没有，他们都没敢呢。对，你是今天哇，好亮，全场最亮。谢谢，好亮。这样子好了，我比较相信缘分。嗯嗯，你们的星座是什么？我是狮子座，我是处女座。我还是有个人的抉择。嗯，我决定这次选一个跟我比较不合的。我选狮子座。太开心了，天哪，非常抱歉了。哎呀，哇，现在天元唱出歌词了，快搜一下。哪一首？哪一首？哪一首？刚才唱那个背叛，背叛，背叛。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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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goodbye。紧紧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来来，请坐，请坐。你刚刚拒绝女生了吗？我没有拒绝，我说给。他说给他五分钟思考。那现在两张合约都来了，那我都不看，我就这样，我就签下去了。好，对，好不好？还是右手，跳右。来。谁呀、啊？对不起。对，这就是我的。你看，已经在我的上面写名字了。五个爱心给你了。对不起。又被拒绝。我带你去找。你也走了。自己吧。我听到我的名字哎。嗯。女生。接下来的时间您就交给我了，我会让您开心的时候更开心，谢谢，不开心的时候也开心的。谢谢。好吧，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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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去。睡得好，要不要马杀鸡啊？谢谢，谢谢，谢谢，一会儿见，一会儿见。那那个女生蛮漂亮的、啊。爸爸爸爸爸！好嘞，终于了，好嘞，好嘞，辛苦大家了。两位，我的好姐妹。因为有些时候是这样啊，就是人生里面要等待一个更好的伴侣。七个经纪人当中，我是最懂音乐。这个我完全不吹牛的讲，我第一次听你的歌，并不是那个泡沫，是那个爱你。我唱一首那个。哇！那是缘分吧？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有吧？哦耶！哇！欢迎大。
大家，感谢今天七位非常优秀的歌手为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现场表演，但是也交给现场观众一个巨大的难题，因为他们要填自己最喜欢的三个表演。现在呢，结果已经出来了。那么今天我们会有一个排名，结合下一周我们的得票率，那么排在最末的这位歌手将会被新的歌手替代。现在我宣布，喜户合一立白洗衣液我是歌手第二季第一轮第一次竞演的结果，各位希望我从第几名开始宣布？快点吧，没事没事，中间吧，你这样，你从中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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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节目这个环节的收视率很高，所以要故意拉长。我想从第五名开始宣布，第四名、第五名票数非常相近，只有一票之差。哇，那么一票之差屈居第五名的喜户合一立白洗衣液我是歌手第二季第一轮第一次竞演的结果，排在第五位的歌手是邓紫棋，邓紫棋，我是我们只要进棒很棒很棒，就是非常开心能够来到我是歌手这边有一个表演，介绍我这个名字给广大的观众认识，然后我也非常开心，就是今天可以跟很多位的前辈一起同台，所以感谢我是歌手给我这个机会。那么本周第一轮第一场排在第四位的歌手是这位胜出邓紫棋一票的歌手是第四名第四名曹格，曹格，我预测是第三、第四的，啊，对对对，差不多，恭喜，这是有预测，对。接下来，我们要宣布第三名的歌手，第三名是一位唱歌非常棒的歌手，我们都很棒，我们都很棒。第一轮第一场排在第三位的歌手是第三名就是第三名就是罗琦 Yes 罗琦 Yes我自己的预测我是在后三名，为什么？因为不敢想。对，谢谢。好，接下来我要宣布第一名和第二名，第一名和第二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男的或者都是女的，都是歌手。这位两位歌手是在韩磊老师和维维老师当中的一位。韩磊老师和维维老师到底谁是今天竞演观众投票排在第一位的歌手呢？
获得本场冠军的歌手是。本场的冠军歌手就是。获得本场冠军的歌手是。韩磊老师。韩磊老师。韩磊老师。恭喜恭喜恭喜。我们也恭喜薇薇老师获得了第二名。恭喜薇薇姐。薇薇老师获得了第二名。互相祝贺一下。也多年来唱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舞台，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精心选拔了这么多的这个观众投票，我觉得是由衷的，还是要感谢这给我这样的一个肯定的观众朋友们，再次感谢。嗯，特别赞同韩磊说的他的观点，就是大家做了决定参与《我是歌手》，真的就是很珍惜这个平台，希望今天能用这样一个这么好的平台，来把自己特别喜欢的歌，能唱给大家听，我就特别心满意足了。好，接下来还有两位歌手没有公布，张宇老师，还有亲爱的比迪，那么。你们两个分别是第六名和第七名，那么我接下来我是宣布第六名，另外一位就自然的成为第七名。第六位，第六位，张宇，张宇。那么比比就自然成为第七位，可能就是会想说到底是不是我选歌有问题或者是什么的，就是对于我来说真的选歌好难啊。这五百位听审 的耳朵其实是蛮具有水准的，其实我真的觉得今天我拿到这样子的成绩，没有拿到第七名已经是有一点点侥幸了。我说我不是一个音乐人，我只是一个爱音乐的人，我没有学过音乐，可是我还是所有的专辑都是我自己写的歌，在这个行业，可是我还是坚持要做自己，随心所欲嘛，所以就是比较贴近于我现在的心态和我的这种我喜欢的这种生活方式，比较随性。那个时候对于这个随心所欲的理解是叛逆，但是随着这个慢慢的时间的这种流逝，长大更懂了这句话，就是人是应该要有自制的，有克制的，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做到随心所欲。中国的流行乐需要我们这些人呢，把自己放在第二位，然后把音乐做出来比说出来要好得多，这样让大家听到是最重要的。这个最牛的应该是我歌手都没什么稀罕的，是吧？是，我是歌手，有很多事其实不是。你不要抱着比赛的心情来，没搞定。我下一个节目是想好好睡一觉，然后再想下一首。